这的确是历史性的一刻，和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的感受吧。首先我觉得能拿到男双冠军还是非常的开心吧，因为我和樊振东配合世锦赛的时候也是输掉了一赛，我觉得这次也是抱着一个想夺冠的这种心态吧去打的这次比赛，我觉得能完成这个目标还是非常开心。我觉得确实跟王楚钦近段时间配合的越来越多吧。我觉得虽然我们两个这种可能看似想象中会有很好的这种发挥或者表现，但是双打并不等于一加一等于二或者大于二吧，所以我觉得通过一系列的比赛配合，我们能够更加了解对方，更加能够更有默契吧。我觉得今天有很多球迷热烈的为你们加油打气，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非常感谢来到现场的球迷吧，我觉得还是一样，你们的呐喊声非常的热烈，让我们的决赛变得更精彩。